加十一個人食啦，依家應緊只雞，自己煲個湯。煮湯都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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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煮
后边嗰个水井。1:03.07啊！依家离开咗呢个五华医院，翻返去深圳。6:30啊，到横江，由华城到呢度嘅车费系200蚊。我行横江呢个河畔站，可以喺度上车，搭铁路翻深圳。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啊，攞层你啦，依家到达香格里拉。我呢度五华之旅全程结束。啊，车租就2000蚊，跟住就路费就429，啊，1200蚊，定系油费、路费自付。啊！呢度啦，啊，計埋條數先啊，師傅，契丹，俾埋錢你先，的行李啦，揸唔揸一陣啊？前一點嘛。啊，前一點，好。啊，無所謂，無所謂。多走幾步。啊，前面，即停即走啊。是啊，即停即走，可以嗎？啊，可以，嗯。那就可以。谢谢你，揸起来，多少公里？你现在开灯站起来，从华城来这里，一共除掉以前的700公里，差10公里。什么？700公里差十公里，700公里差十公里，700公里啊？是。这从九十，从那个。对，690蚊。哎。从那个华城来这里多少公里？从华城来这里啊，从门我都没记了，我记得总数了嘛。啊，华城我正话睇，应该290。啊，圆满结束啦，路费690公里，1690蚊，加车租1200蚊。哇，比110蚊少过呢个司机。啊！全程2000蚊，另外公路費439，即係2439。